给呀，吃完了。哎呦，依依宝宝，依依宝宝，你怎么哭了呀？妈妈，我香烛都吃完了。我看看，看看。我天哪，我天哪，都给吃完了。那么嘴馋他，太贪吃了吧？依依，你不要哭了，我们走走呢，好不好？依依，你看这叫啥？大蒜。大蒜是吧？妈妈呀，把大蒜看摆进去，给他做一个假的山竹，可辣可辣了。告诉你，他那么贪吃，我们辣辣他好不好？还有辣椒，比辣椒辣呢。对比辣椒都辣，我告诉你。来，给妈妈这盖子来，把这个盒盖给他盖上。依依，你看。来，像不像真的山竹？像。来，给你宝贝拿着，喊他来吃来。嗯。开始。妈妈，快吃山竹啦！来啦，依依宝贝啊，不是吃完了吗？你怎么还有两个？嗯。哎呀，你不吃啊？嗯。你不吃，爸爸吃一个好不好？喂，好大呀！啊，啊，怎么大蒜好辣呀？这你贪吃？再也不贪吃了。